在天水围胶湖山庄丽湖居这个581尺的两房低层单位，望内园景观感仲算开扬。单位的天花、墙身、地板全部翻新了，浴室和厨房都有基本装修，房盘价162万，物业代理说这一类单位属于上车盘。如果你做九成按揭，咁首期嘅只需要系162000蚊，吓咁你又每个月去供款嘅。如果以翻现行嘅利率 P 减2.85去计嘅时候咧，咁相对嚟讲，你话每个月嘅都系供大概5700蚊度。代理话要喺新界区揾上车盘，仲可以选择屯门、上水同粉岭。其实你话新界区嘅话咧，其实你话屯门啊、元朗啊，甚至乎你话上水、粉岭咧，都有一啲屋苑你系可以选择到嘅。如果是200万樓下的屋苑，其實你話都容易去，都不是話太過難去揀咯。好多人都覺得住在新界地區交通一定很不方便，但好像在天水圍咁啱，搭西鐵出尖東只係需要半個鐘，搭巴士出中環、銅鑼灣都只係需要9个字的車程，比以前咧真係方便了很多。對於首次置業的人嚟講咧，真係一個不錯的選擇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毛麗清報導。